柴犬币首席开发者发推预告，或与因受伤新蛋达成合作。在 AMC 首席执行官 Aiden Allen 发推力挺柴犬币之后，项目首席开发者 Satoshi Kasama 又于近日在 Twitter 上打了个哑谜，附上了一个鸡蛋盐文字盒，井号 Friendship 的话题标签。参考福布斯排行榜，目前新蛋是全球第90位零受伤，营收超过27亿美元。只是在过去一个月，Shiba Inu 的柴犬币价格遭遇了大跌，即使 AMC 院线和加密货币交易所 BPay Gemini 都力挺 Shiba。